们是 Energy， 我是 Energy 的牛奶，希望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演唱会，都可以充饱满满的电量跟能量回家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哇嘞，我是苏伟。阮总算来到高雄啊啦！我差点为了讲，我是花龟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Tolo。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歌，希望你们跟我们嗨到最后。大家好，我是亚迪，欢迎大家来我的立储趴，耶！哎，房东，房东，哎，我搬家了。对对对，那个这个我们四个最近手头比较紧一点，房租不要算太贵啊。对啊，这当然是不行啊。来到贵宝地啊，接歌游戏，大家一定以为我们会有新梗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，还是老梗。我的讲不出口的再见，都是我对你的誓言。他们自动听得懂哎，翻译哎，听得懂哎，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今天要来个不一样的。你自己笑场是不是？这样吹的，你干嘛啦？我们就等到你吹出来。喂，来这。啊！哇哇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到底是要蹲还是要？音阶听到我脚会自动动哎、欸！我有练过，我练过。练这干嘛？冲一杯热牛奶。我觉得比台北小巨蛋再多了大概有15个人会唱。我今天一定要找一个会唱出来，有没有自告奋勇？来来哦，哎，举手了，举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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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不安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只要让你喜欢，为你刷呆呆的浪漫。耶！哇！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连续3场演唱会都那个 promo 这首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当时这首歌卖得非常好。对，你家里还有好几箱这个囤货嘛，对不对？天空没有下雨，我想还来得及拼凑。这场来的果然都是新粉丝啦。我也是要唱3个字，大家帮我接唱。是，爱就像。错，啊啊！是腰间的赘肉咔咔掉。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人鱼线、马掌线，我想要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一起唱。因为这个是 Tolo 之前在瘦身的时候一定会唱的歌跟跳的舞。MV 如果破200万，我们就会播放 Tolo， 会释出那支影片。对，就是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熬过了。
我们复出的起点就是在高雄，对对，在附近，现在那个 Bruno Mars 在唱的地方嘛。题外话，顺便谢谢大家没有选择 Bruno， 对对，选择来看我们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、啊，一鞠躬一鞠躬，对对。